们那柜台那只表呢，标价150几万。如果你急着要买到这只表，还加袖扣，一整盒子是核桃木的，一整组，500多万就可以了。欢迎收看下面一位，哎，很兴奋呢。介绍这两位呢，政坛上呢都是我的偶像。既然身为民意代表呢，这个对我们民众要的物价呢，你不能假币不沾。夜市现切的芒果，这样一盘，你们猜多少钱？我知道这个就是谁啊？普信会都觉得很贵的东西。他说去我们台北士林夜市说买芒果觉得太贵，他不想买。这么多来，请翻盘。哎，好，博雅呢是说300块，你认为300？你有没有买过？啊？你有买过吗？我没有买过那么多，而且芒果我通常都自己切。而且台北高雄物价不一样哦。哎、欸，对啊，这个是士林夜市跟六合夜市不一样 啊，是不是？我们算台北的。这个是士林的哦。你是150，一百五，揭晓一下。哦，300耶。有在逛夜市。LV 哦，这太困难了。阿苗应该比较专业，他有研究过。好，来，请立牌。好。哎，5万块。这不是我的领域。好天哪！哇，27万正常。哎，如果有立委有这一件，那要申报财产。对呀，要列上去，因为超过20万。我刚也在想，超过20万呢。还有哪些要申报的？现金、存款，然后股票、债券、土地、房子这些所有，你有的话都要一条条列出来。超过20万价值的，好，也要一条条都列出来申报。一件也要27万，并不稀奇，它会往上涨。哦，还有这个会增值啊？每不是，它每年都在调。就像那个劳力士表一样啊，任何东西。还有马上来的，马上来！我靠，这只表，要看狗牙项圈哈，三珠链的。好，还有带一点钻，它的这个都是钻、哦。哇，那有钻这。你们来估一下，这只表多少钱？52，50，请揭晓。52。52。以前是30几，现在变52。但是你如果你能拿到这只表，我绝对不是这个价钱。我再讲一个更扯的事给你听。那个 PP 啊，嗯，租在101啊，我那天是很邋遢，没有。然后你进去呢，他也不太理你这样。我就问他啊，那个表，他说，请问您是从南部来的吗？我说，他后来认出我，哎，你不是胡先生吗？我说啊，是，我口罩拿下来。我们现在没有表，你又没有买过 PP 表，这样，我们那柜台那只表呢，标价150几万。如果你急着要买到这只表，还加袖扣，一整盒子是核桃木的，一整组，嗯，哎。500多万就可以了。我说什么叫500？就是买这种，我现在表马上就可以给你，否则你要订哦，要排哦。哎，天哪，我再也不会去。